我最喜欢的香港品牌乐桥口罩。乐桥自主研发的 Face Off 专为日常生活长期使用而设计，同时具备杀菌、防水、除臭、清爽透气四大特点。如果有兴趣，就要留意乐桥的 Facebook 啦。找地产经纪最紧要帮到你，仲要够专业，即刻找我 Sandra 何欣卓，买楼卖屋冇烦恼。借钱有困难？冇问题，找我 Amy， 我是你的温哥华贷款顾问，最紧要借到。Xtrade Interflight 从事中亚欧美之间的国际物流业务发展逾15年，网络遍布世界，国际移民搬屋、商业供应链方案。Xtrade Interflight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物流服务。各位，咁啊，而家嚟到咧就係呢個 Richmond 嘅 City Hall 啦。咁啊，大家會見到我哋後邊咧，就已經有一班嘅軍人啦，同埋警察咧已經準備啦。咁啊，今年咧好可惜，就因為 pandemic 嘅關係咧，我哋就唔能夠咧可以現場去親身去睇呢一個嘅儀式啦。咁啊，今年會做呢個嘅 online 嘅網上面嘅儀式，所以大家會見到咧，佢哋係已經 set 曬一啲嘅即係 camera 啊，所有嘅設備咧就準備做呢個 online 嘅儀式嘅。大家可以睇下，咁啊，大家見到咧有啲騎警啦，著曬佢哋嘅紅色嘅制服啦，非常之莊嚴啦，同埋一啲嘅軍人啦，咁佢哋都係準備咧就去拍攝咧今日呢個嘅國殤日嘅呢個嘅儀式嘅。Oh, hi, good morning, sir. Morning. So, yeah, would you please explain why this year we cannot let, you don't let the public to, for sure. to watch the ceremony? So, I'm Constable Bryson with Richmond RCMP, and this year, because of COVID, we are having a safe ceremony, and I think it will be broadcast, so you can watch it. I'm not sure what channel or anything. Is it on the website? Yeah, Richmond.ca/remember, so you can see it right now. So you can put it on your phone right now if you want to watch it, but just for the safety of everybody, and some of the veterans might be a certain age, just it's mainly for safety. Okay. Yeah. Oh, that's great. So we shall film too, like... Yeah, no problem. No problem. Yeah, just from the distance over there. Because we saw you, we're scared. No, for safety. For safety only. Oh, because historically, sometimes a day like this, some people maybe want to do some bad things. Oh, that's true. That's so we're here just for everybody's safety. Oh, great. Yeah. Thank you so much, sir. No problem.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Have a nice day too. Thank you. Thanks, guys. Thank you. 即係今日咧就唔開放俾公眾嘅，但係我哋好有心咁嚟到咧，都話咧隔遠少少可以睇到嘅。係啊，隔遠少少都睇一睇啦。今天就是我們的11月11日，就是 Remembrance Day， 我們來到我們列治文的這個 City Hall， 就是去紀念這個 Remembrance Day。 因為今天是完全沒有活動的，我們就三個就來到看看究竟有沒有活動呢，竟然是有的，他們還做一些網上的一些儀式。 Suppose 他就是不讓觀眾來，現場觀眾來看的，因為 COVID 的關係，所以就是在網上播出這樣。其實每個區都有的，例如現在的 Richmond、 Vancouver、 New West、 Coquitlam、 Burnaby， 每一個區都有他自己 的紀念儀式這樣。今天雖然就是不歡迎觀眾，但我們來到現場呢，他都不介意我們讓我們拍的，還有少量在欄外欄都看到一些的，還有少量的人群都在聚集在那裡看看這樣。那警察都很 nice 的，都有得我們在那裡看，儀式都很莊嚴 的主要呢，今天呢就是國殤日啦，咁啊，我哋係唔使翻工，唔使翻學嘅，係一個假期嚟嘅，咁啊好特別啦，咁啊今日係星期三啦，所以就中間好似有個 break 咁啦，咁但係咧就全國咧都係會去紀念呢一日嘅，咁啊就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呢一日咧就係紀念啦，我哋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埋所有嘅戰爭一啲嘅捐軀嘅軍人啦，同埋死難者嘅，咁啊係紀念佢哋嘅。係啊，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埋咧，差不多超過100,000個加拿大士兵是陣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加拿大的士兵都去到這個亞太地區就維持和平，包括香港也有，亦都有很多加拿大士兵在香港陣亡了，當時是對抗當時的日軍。
冇錯，所以咧自由嘅環境咧，都係因為多得咧呢一班嘅軍人啦，同我哋 fight for 我哋嘅 freedom， 所以先至有今日我哋咁好嘅環境可以生活嘅。所以我哋係要特別係多謝佢哋啦。咁啊，至於咧呢個 Poppy Seed 咧，亦都係咧就係去紀念一啲咧即係死難者啦，同埋一啲嘅軍人嘅。咁啊喺呢一個嘅1920年嘅時候咧，有一首詩咧就叫做 In Flanders Land 啦。咁啊詩裏邊咧就提及到呢個罂粟花，就係呢一個啦，叫做Poppy Seed 就係罂粟花啦。所以咧就喺美國啦、英國啦、法國啦，甚至所有嘅歐洲嘅地方咧，都係會帶住呢一個嘅罂粟花呢、這個 Poppy Seed 咧，就去紀念今日嘅呢個日子。我最喜歡的香港品牌樂橋口罩，樂橋自主研發的 Face Off 專為日常生活長期使用而設計，同時具備殺菌、防水、除臭、清爽透氣四大特點。如果有興趣，就要留意樂橋的 Facebook 啦。找地產經紀最重要幫到你，還要夠專業，即刻找我 Sandra 何欣卓，買樓買屋無煩惱。借錢有困難？沒問題，找我 Amy， 我是你的温哥华贷款顾问，最紧要借到。Xtrade Interflight 从事中亚欧美之间的国际物流业务发展逾15年，网络遍布世界，国际移民搬屋、商业供应链方案。Xtrade Interflight 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物流服务。